今天这期 vlog 呢，就是我们要去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台湾料理吃。一是想要带他们去尝试一下，二是其实我自己也很久没有吃那些，就有点想念，然后想说那今天周末就去。好，哥，那不是你们说我找女朋友要请你们吃的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说选，就是选餐厅是我，就是因为我也想吃。今天的消费由张公子。你要说一下为什么你要买单？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哦，你说了。就是因为陈月交了女朋友，然后他女朋友怎么来的呢？其实我有一点前面的影片，我可以放给你们看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杰哥帮陈月在那个那种表白墙上面征婚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就有很多女生加他，然后成了，然后其中一个就成了他现在的女朋友。你在等出来。在这个等车的间隙，我就放一几段影片，就是陈月交女朋友前的那些影片，我偷拍了一些，虽然没有拍很多。陈月啊，你毕业前真的得交个女朋友。欸、有个表白墙，要不我帮你整一下。我们学校不是有个卖室友、卖舍友的吗？把陈月放上去。对啊，然后他一发两张帅照，我明天就发给他表白。没有帅照。你弹吉他的照片，你同意不？同意我明天就发。那表白墙那里很多人。嗯啊，干啊！陈月，你干嘛？洗头啊。为什么要洗头？因为觉得头有点油，就洗一下。那、啊、你今天晚上干嘛？今晚去吃饭。跟谁吃饭？跟谁？小王子，不要问太多不该问。那你今天吃完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次约会？叫约会吗？这叫会面，会谈。别拍啊！别拍啊！陈月，就看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兄弟们嗷嗷待哺。不是说星期三哦。他会来北区吃饭是吧、嗯？那我们可以在旁边坐着看吧。好。我们可以在隔壁桌看着吗？对啊，他说这别让我闻死啊！好。哈哈。I don't wanna go home, even if I'm always on my phone. All these people I don't even know, but I got nowhere to go. And you know I'm always fucking broke. It's better than being alone. I don't wanna go. Nights alone. Since you don't want me, you said maybe I'm not cool like you thought. 自己也没去过，看一下在哪。哦，是这个好像，啊，应该是。他们是不是台湾的？那个老板娘应该是台湾，你问一下。要四个卤肉饭吧，然后一个盐酥鸡。盐酥鸡小吃还是饭？小吃。四个卤肉饭，一个盐酥鸡小吃。哦，有啊，怎么？有冰的，你要冰的吗？我要一个黑松沙司，一个苹果西带，一个麦的糖。一个麦仔茶，一个黑松沙士，两个吧，两个那个，两个苹果西达，两个苹果西达，一共四罐是吧？还有一份甜不辣吧？还有一份甜不辣哈、哦，还有吗？就这样，先这样。175，找我们。这个呢，喝一下 ，Apple， 这个就是台湾的。反正这两个肯定你们能接受，这个应该也行。黑松沙是我不确定你们，我应该受不了，我喝过。是不是那种？就是喝药味。风油精可乐。你们可以试试看了、哦，还也还好，我觉得。就是药味。是风油精味的可乐。最有吸管。对着喝才是男人的浪漫。也好喝吗？嗯，应该能接受吧。应该可以啊，这个。然后这就是一般的那种苹果汽水。这个茶怎么一入口有种朱古力的味道？好像有一点，是吧？那我就喝这个。哎，我帮你开。别。我帮哥开。你们试一下，你们试一下。我想看你们的，我想看你们的反应。试一下吗？那我试了之后，你还会喝？我喝啊，我喝，我要喝。就是风油精味的可乐，他其实可以加盐巴，我等一下可以跟他要点盐巴。就
可以哦。啊！啊！啊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靠，就是一股风油精味。这个可以接受，但这个你觉得爆？这家老板好像是台湾人。那个阿姨，那应该说话的时候应该就是。哇，劈倒了。啊！欣赏。欣赏美丽可以让人变得开心，啊、充满爱意的眼神。卤肉饭，好吃吗？感觉。哇，蘑菇。哇，吃不惯的。然后就是。哎哎哎，对焦哎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挺好吃的，就是甜不辣。甜不辣？甜不辣就是。甜不辣是将鱼肉或者虾肉打成浆，加些淀粉、肉、海鲜什么的，弄成长条状，再下油锅炸。又有点鱼豆腐那味，它这个盐酥鸡好正。我上次还吃过另一家台湾菜，但是它比较贵，然后做的很精致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味道。我觉得他把它做的太精致，然后每一份是那种小小的，我就觉得又贵又难吃，就很一般。加糖的味道，对啊，嗯，整个吃这么饱，饿了，压力太大了，花白费没能量。凉粉啊，这个是芋圆啊，然后什么红豆，这是什么仙草啊？不对，爱玉。哦，这是冰粉吗？然后是布丁，底下有冰吗？算了，你们直接吃吧。尝试一下。差不多。生怕你喷到我的白裤子。随便，你看的笑容，杨一，憋不住了吧？这个笑容。